把钱来，出来出来，掏钱掏钱，干干，来，放下，喊三子喊，剩口东西，跟着，哎呀，给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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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了，不行了，血流的太多了，看样子人是不行了。宝兄，你急得很啥？现在拜个莫大当起来，干脆当妈算了嘛。你啥时候听啥呢？啊，把你哥的一亩三分地管好，少在这起是非。哪有棉花尖过不着的事情啊？你和莫有什么孤男寡女的，也是早晚的事情。早早办了，省得我心里起火。着急。哎，咱屁话多了，莫出房了，该干啥干啥去。行。医生，你回来了。放心，走走，进去走。我想跟你商量个事情啊。说。嗯，莫叔来了。啊，吴叔，咱们这个油的成本太高了，快顶不住了。我心思的，不行，把给张老汉和那些不保户的免费油停到算了。恁咱们家心呢？油房不到啊。就不能听，这是我当初跟人家银行的事儿。村长也没选上吧？那个话还算个话呢吗？哎呀，我倒有个主意了。咱们把那个菜，如说，说咱呢，那是租价，千万千万租不得。现在的问题是，今年又比我们的又便宜。算了，慢慢想办法吧。我听鲍主媳妇他们的商店进了一批精炼油。这挣了多长时间了？五个半小时左右。给你看行不行？嗯，行的。鲍主是不是到矿上去买油去了？哎，是不是你说话呀？我知道他是去挖我们的钩子了，混货出卖猪头肉，哪混货他到哪去？行啥，吴叔。我哥是个傻人傻。行了噻，人家金矿不是也没有他们的精炼油吗？我们都是多年的关系了，人家说了，吃惯了我们老油坊的油，还吃不惯他们精炼油了。那是人家懂人情世故，
我哥也太不懂事儿。都是做生意呢，各家有各家的难处呢，是不是也没有瞧成呢？老大，你行了，咋你这你这不哎呦，写完了，写完了，写完了，看看刚写厕所，你们家莫蛋过来把书交给你。你行了咋哟？没事没事，我把那个小羊一满写下来，你们家猫蛋扑过来就咬给了一口嘛。哎呀，这个怂娃娃，他咬人了他。算了，羊不行了，一会儿送到我家去。晚上，哎，吴叔，哎，晚上一块啊。好。到我家去喝酒去，有好东西给你们补身子呢。啥东西？去再说他。王兄。嗯。走，帮我回去准备一下。羊，没见过吧？是叫野驹驴，一直给我们祖上一锅羊肉没名字，明明吃上一顿啊！走，走吧。报销，咋了？咋了咋你？我们这算啥嘛？偷偷摸摸的。我看我哥是铁了心了，不让我跟你。哎，我当是啥事儿呢？谁打哈的糊糊谁来喝？不就是你哥吗？我冒一声，啥人都喂上了。还喂不好个未来的大舅哥吗？我是吃过亏的人了，不能再让男人上第二回来。宝兄，你放心，我冒一声绝对不会做对不起你的事儿。男子汉说话如拔牙，你哥宝兄就是我冒一声的媳妇子。你记住这个话，我记在心上呢。我先把羊皮剥了，一只把你哥请上。这个野驹驴也是个稀罕货，不好办。他不是才敲过咱的墙角子吗？他要是来了，怕是吴叔他们不高兴啊。没事，酒喝好了，说不定还能合作呢。再说，人家不是没瞧成吗？就怕他不来。我自己上门去请，他还打我脸的吗？哎，打把手子。啊。咋了，毛蛋？爸把羊宰了，晚上你就有肉吃了，知不知道？来，去给咱。哎，你个怂娃子，咬人呐！你是个二杆子。毛蛋，你不想让你爸爸宰羊，你想留下呢是不是？还留啥呢？这个羊娃子眼看就活不了了，就是养着也过不了冬。你想养你就养着啊，姨给你保证，谁都不能动我们毛蛋的羊娃子。等到了冬至，实在不成了，再让你爸爸宰，行不行啊？
冬吃。哎，我还就不相信这个洋娃子能活过冬吃呢。想谁了啊？真是个浪娃子，一天要两回来。这个娃娃说起来也是真可怜，刚生下来的时候他妈就没奶，他是吃喝羊奶长大的，刚懂事一点他妈又从那以后他就再也没有说过话，天天就这样。湿到房子里了。那你走哈，我去倒茶去啊。哎，好，好，走哈啊。村长，不念不接的，喝啥酒呢？谁说的不念不接的就不能喝酒了噻？我说的。这弟兄俩这是干啥的呢？哎，没事。那村长，那就说定了啊，晚上一定去啊。看情况吧。八个小子，看来确实好的还在后头呢。哎，快谈上来吧。急啥呢？还有个人没来呢。睡吧。哥抱住。干啥呀，哥？哎呀，不提了不提了，他这葫芦里买的啥药啥？看把你破翻的，我还把你吃掉呢嘛，哥！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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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走走走！哎，村长，来来来，村长，上来，走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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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村长走走。哎，老头，倒茶。不错，好着呢嘛，好着呢啊，娃娃都好着呢啊。来，揉好了。哎呦喂，来，快，咋样？太香了，太好了。哎呦，坐。哥，村长，你给解下改动啊。医生，你出京道馆啥的呢？村长，你看下这下酒是啥东西？不就是羊肉焖饼子吗？这可不是一般的羊肉，西汉东西，野菌的。野菌的。哎呦，老赵，来，上来。哥，吃三个。来的，喝的。嗯，来，老赵哥。来，哥，赶紧喝的。来喝喝。来的，来吧。来，先喝为止啊！赶紧啊！来，喝。吃菜，老头，就倒上。我们刚才这第一杯，算是喝了个开门红。这第二杯嘛，我先跟爆竹哥单独喝上一个，亲上加金酒。行了噻，
我们就喝个兄弟朋友酒就行了。国渠，我叫你葛村长，今天我向你报主哥，总有一天我要喊你亲哥呢。咱们是个亲哥噻。哎，你少了呢吗？打九哥不是亲哥吗？啊，亲哥不亲哥，你说了不算，我说了才行呢。对着呢，对着呢，你是哥嘛，当然你说了算。我先喝杯酒。我给猫蛋加些肉过去。哎，不管啥酒，我们今天就喝了个高兴酒。对呢，来就是，来我们划上两圈。划圈吗？哎，就是划上去，划上去，划两圈。豹哥，哎，猫蛋，吃饭嘞。哎，快趁热。哎，你这个浪娃子，谁又惹你了？你又犯啥驴脾气呢？哎，吃不吃？哎，猫蛋，你养娃子是要吃奶子的，傻了。哦哦，高高的山上一只羊啊，两个哥哥嘴一张啊，一双眼睛眯羞羞，一个尾巴在后头，高声的溜溜的呀，叫叫的我魁梧是吧？输了，输了，输了，喝喝喝，喝吧，娘娘，好喝，好。哎，老了老了，算不过来了，不行了。哎，于是啊，今天大家都高兴，我看你就唱上个小曲子，再让大家乐呵乐呵。哎，就是，唱一唱，唱一个，唱上一个吧。你唱吧。我那都是脏曲儿，只怕是不如村长的耳朵。唱吧，咱都是各家旁人。就是说，哎，唱吧。唱啥？我再给你们烧个汤去啊。真唱呢？来来来，于生哥，唱啥？那我就。呼喊上两句，唱啥呢？哎，你唱那啥嘛，那个，怎么打窗子？对，是吧？对对对对，就唱这么打的窗子，就唱这个啊，就唱这个，好。这么大的窗子，这么大的门啊，这么大的姑娘没有个人啊。东西嘛就坏了良心，这么大的窗子，这么大的门啊，这么大的姑娘没有个人啊，老东西嘛就坏了良心。哎呦，毛医生，给你个脖子，你还上来偷了你？鲍主哥，不就是个小曲子吗？你别叫我老哥，我当不起。家里没镜子，就撒泡尿照照，别把自己当成腊月的弄韭菜。你还稀罕都不行你、啊。葛村长，你上金矿挖我的钩子，我还连你当朋友带呢，还请你喝酒呢。一个羊嘴底下有一把草呢，吃过节了，那就是你的不对了。为了一个小曲子，你还跟我翻脸的吗？葛村长。子一声村长，怕叫的口不迎心吧？你以为我不知道？你还为上次的选举更新着呢。说是请我喝酒，谁知道想跟我下啥套呢？哎，我给你下套的吗？我把你那个村长的位置放在眼里的吗？我看记恨这个事情的人是你吧。为了这个事儿，你连你个人亲妹子的幸福你都不顾，千方百计挡我们的路。今天在这儿，我跟你把话说清楚啊。俗话说，狗大自尿，女大自招。热极了，我们到乡上去扯上个红本本子回来。哎，你还连你亲亲的妹子和妹夫宰掉呢吗？我跟你说啊，自装的婚事儿你当不下，我跟你这号子人，没话。
马连牛，走的不是一个路子。野居里，哎，哥，哥，哥！雷子，你坐哈。你把那个右方的会计赶紧辞掉，我要搞贸易省了，他犯法死了。你知道今天吃的野菊里是啥东西？它叫北山药，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北山药？哎，谁知道那是个北山药呢？啥？这可是他自找的，犯了国法了，七八年的牢是坐定了。哥，你可不能搞这个事情。胡说！我是村长，知道村里人犯法了，我不吭声，那叫包皮嘴犯，你知道不？哥，你可不能这么做啊！你就算是为了我，你也不……就是为了你，我不能看我亲妹子往火坑里跳。这个牢他坐下来，你还为他守着不成？早跟你说离他远点，就是不听你。你要这不做，你就把我先送到大牢里面去。你真是，真是把我往死里头逼呢。你咋就有眼不见呢？好歹话你都不懂。我就不懂。你要是我哥，你要是我哥，你就不能搞。你。啊，知道了，知道。现在，哎，于婶，你个财迷鬼，你把肉倒进来噻。哎，二姐，你还要的吗？买了，买了，你了买了，从翻过来，翻过来，我给你倒到虎蹄筋上。你欺负我老糊涂了。啊，我把虎胡子翻过来，啊，把肉都撒掉，啊，你还当我是二番茄了？你是谁啊？二姐还精神，给给给给给。过了过了过了，胡叔。啊，回来了。啊，都好的呢，嫂子。你来，我跟你说个事情。啥事？快撒。哦，胡叔，来，你给带哈。啊，过来过来。啊，嫂子，出事了，我哥把你搞完了。他说昨天吃那个野菊里叫个啥，北山药，是国家保护的，还是一级的呢？咋办呢？噻，快想个办法噻。昨天我都跟我哥妈讲了。北山药。那就是说谁都不能打着吃了。就是的，说谁吃谁打了都判刑啊。哎，我当个多大个事情呢，没事儿，你放心。你这人咋这个样子啊？好，我一直到小厂去打听一下。你放心，天塌下来先娘的不是我，这个官司他打不赢，真的。哎，罗娃，你弄啥呢？哎，这个瓜娃，你做啥呢？啥嘛？哦，你要养奶子呢？哎，这个不行，我养奶是没钱的，你带钱了没有？没带钱，去给你爸要钱去，完了我奶子先给你寄下，啊？哎呦，毛永生个人精子，咋落了这么一个二胡鞋？
穷娃娃，你还学个啥？钱了你啊？学啥？你都不学，你不给钱，我叫你回来，你怎么？你打了婆婆的娃子，你不要打孩子，偷偷进来，绝没有偷进人家儿子。没有啊？你打狗了没有？哎呀！行了行了，毛蛋不哭了啊，不哭了。你爸爸是个没心没肺的二杆子，我们不理他啊。你知道毛蛋买奶子是为了养娃子，是不是？你看，姨给你带啥来了？你看。哎，算了算了，来，姨给你介绍俺们养娃子啊。地方晚上可是不错了。谢谢谢谢谢不用谢了。王医生，王医生在不在？看，羊皮在哪？王医生。华蛋，你爸不在吗？看来有房的人说是对的，他确实都不在家。哎，咱不是有个小子吗？自己是证据吗？你们把他带上。真是的啊，可是我们带上咋办呢？连房的地方都没有了。哎，葛村长啊，要不然先放到你们家养伤，你看行不行？行了。哎，快放开！放开！哎呦，哦，这个地方咬人了嘛！这个东西警察叔叔要拿走呢。哎，叔叔可拿着枪呢啊！你不给，把你也抓走了。听到没有？快放开！放开！走了。比山羊，哎，这山上跑的野物嘛，我们祖祖辈辈都吃的呢，咱们这个犯的过法了。俩公安说了，说这个案子嘛要放到村里判呢，顺便教育下村民。哎呦，这俺娃事情弄大了，这可咋办呢？哎，这就抓人了？那就抓人了嘛。要不是吴叔做了个报。我这天还在派出所等着呢。哎，啥保护动物啥？我看就是葛宝珠在我们后头捅刀子的呢。他看着我们有房红火，心里头不舒服。嘿，这个人的心黑哈的呢。哎，就是就是，那个时候坏哈的，我早就看不惯他了。哼，葛宝珠拿个洋娃子来当证据呢，
我让他二两，他还真以为我不是成。没事，二爷，我说，你们放心，没事，我有办法呢。医生，你可不敢耍二杆子，你想咋办？有啥呢？不就是打官司吗？咱葛宝珠现在是用公家的骆驼驮自己的货呢，照我的茬子，我冒一身也不是省油的灯。你给你把洋辣子要回来去啊！回去啥？这个卷啊！新疆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六十分。现在是。你这是替你的野男人下话来了？哥，你咋说话那么难听？小哥，你吃饭了没有？你把人家毛蛋的羊娃子拿上来，你知不知道那是毛蛋的命根子？金钩子念狼，蛋打你不要脸！一进去当上毛蛋的娘了，我们老哥家的脸都让你丢完了。人家咋样对不起你了吗？啊？你做一个二流子，有一个吊吊会的，不就和你村里个村长吗？俺没当上，也没说个啥，就你计较的你。我计较选村长？已经到了这个月免费回流的日子了，还没理由的，赶快拿上壶。哎，你听一下，自从选了村长以后，他就立了个大喇叭。整天不是播新闻呢，就是和村民喊话呢，声音把村委会的都压过了。到底谁是村长？到底谁在计较呢？他是个啥东西？这个村子几百年前就是我们老哥家开荒种地弄出来的。哎，就说这个老油坊，那也是我们祖上在乾隆爷的时候建下的。那时候他们姓毛的在哪呢？唱小曲子腰反着呢。媳妇子是咱们死的，你知道吗？难产吗？难产。那年他媳妇子快临产了，我早早跟他说了，让他赶紧送到县医院去，过几天可能要有大雪呢。万一碰上下大雪了生娃娃，可就麻烦了。他就是不听，果不其然，过了几天我们崽儿就遭了灾了。他媳妇子偏偏他就难产了。那时候他在哪儿呢？在别人家刷钱着呢。还是我把他拉回来的。哎，宁是把两条命给耽误了。你前次的婚姻糟了不行，就是因为你男人嫌你不能生养，我不能眼看着你才出户口犹如浪窝。我觉得毛医生不是你说的那样的人，他心好着呢。哥，你可千万不能搞啊。我就搞哈了，我把话搁这儿，我跟他就是死对头，你就在哥连他中间选一个，
选了他，你就不会让我整个了。这个鸡肋娃子不行了，几天不吃不喝，咋弄都不行。这羊娃子就毛单位才行呢，谁喂都不吃。不可能，不就一个羊娃子吗？当了一辈子农民，还养不下个羊了？你喂。就不行，他比我还弄。刚才说话的情况吗？不全是真的。那个野菊里，就是那个北山羊，不是我杀的。毕哥，你有啥证据能证明你说的都是真的？证据？空空的戈壁滩上，我哪找证据去呢？既然没有证据证实你所讲的，法庭不予采信，你还有什么要讲的？我想问一下法官，如果我杀了一只快死的北山羊，是犯法的话，
那人家专门打北山羊吃呢，那算个啥？那当然是犯法了，这还用问吗？你个贼娃子，我说我们家的羊皮咋不见了，原来让你给偷了噻。哎，就是我拿的，咋了？这不是偷，就是你找证据，我就不能找证据吗？你承认你杀了野鸡驴啊，就是那个北山羊了吧？我是啥羊了？哎，你不要东拉西扯，你啥羊和我大羊咋能连在一块说呢？咋就不能连在一块说呢？哦，你们村干部杀羊就没事，老百姓就是犯法。旁人头上的虱子你都看见了，你个人头上骆驼你咋看不见呢？啥都看不见，你这个是眼睛有病吗？你咋回事？你情绪？闭嘴！哎，我说不好意思，好汉多是好汉到，你临时间还拿个垫背的？哎，哪家的羊狗们是没见你露出你这个样子？咋了？去咋去咋？你说你说的对着呢，老子犯法还与民同罪呢，何况一小小的土匪？金香，咋了？你说我土匪是啥呢？我大样那是乡长召开特别会议定下的，那是为了全村的救灾工作，那是乡里的决定啊，你能跟我比呢吗？4年前那场大雪，全村多少人倒了还没了，我们做下的事情还不是为了大家？就算我冒一身山羊是犯法，你各村上山羊也是犯法，不嫌烦你们干部啊？我就是不服气，我们的事情扯不到一起，现在说的是你犯法的事情啊。村干部也是干部，不嫌烦你们，那就是官官相护，对不对？法律是最公正的，有本事你把官司一直打到底，反正我不怕。我怕你吗？哎，我一个农民，我怕跟你打官司吗？你不怕就好。哦，你是野区的，你吃这没事，我吃这饭。我那是为了全村的救灾。行了噻，乡里顶上村里的老百姓谁吃啊北山羊了？谁吃啊？是你们当干部吃了。班长。安静一下，下面不要吵。请保持法定纪律，安静。现在休庭，因不满欢叙进一步调查，下次开庭时间另行通知。陈班长，这个羊娃咋办呢？既然这只羊只有这个娃娃能养活，那就让他先养着吧，等我们和有关部门商量后再做处理。报销，你咋了？报销。听我跟你说，报销，报销，听我跟你说的，报销，报销，开门子，你听我说的，我让你报销，报销，你听我给你解释好不好？你还解释啥呢？你让我咋办呢？啊，一边是我哥。一边又是你，快散了！你们就打吧，你们打死了就不用管我们了。
哎，徐师，你们咋打还架子？算了算了，不打了不打了，坐，快快把帽子戴上，来，算了算了。哎呀，你是傻村长吗？还喊大家？你看他闹啥了？打我吧！快快快走！怪不是看着他抱抱小哥，你看啊！哎，你好，这你看他闹啥了？怪我干啥了？回回回回回！不要看他！走走走，回回回！不要算啥了？哎，你反正就让三个吹。哎，你回回回回！起开！哎呀，我操他妈的！人倒霉，把他房皮都拿叫回根了，都是个局里子。我他妈不就是个背山羊吗？我今天我把他杀了，我受伤了，可不能回来呀！你把我毛咬到吗？你不能回来！走开，走开！你不能，我把这把就得罪过了，我快睡了吧！哎呀，你不，哎呀，三哥呢？玉兴，玉兴，你再不要耍二杆子了，你把妈妈都吓坏了。白毛风，黑毛雪，今天这场雪下坏了，你真是个二货西。哎，你那个驴脾气啥时候才能改掉呢？这几年来你一直就是那个样子，金钩子乘凉光图眼前的痛快，啥事你都撑不住个气儿嘛，不会往远处想。你和葛宝珠这么争下去，最后是两败俱伤。哎，你以后和宝秀可咋么个相处呢？连乡干部都给扯出来了，胳膊扭不过大腿啊，你再不能胡整了。再胡整，你万一坐了牢，你说毛丹可咋办呢？毛丹！吴叔，你往那边去，我往那边。哎，好，啊，好。好像是毛蛋出啥事儿了。看了没有？哪里藏的没有的？怎么这样？我们哪里都走了，没有啊！哎呀，哪个什么意思啊？快拿我说，毛蛋咋了？毛蛋不见了，我哪里都找不见嘛。那还不赶快找去？说起来都是儿子娃娃，遇上事情都窝囊哈了，赶快找去啊！来，大家都过来，来，听村长的。大家听着，现在只有到周围的山沟里去找了。现在风急雪大，你们听我的，三个人一组。只有结合，在附近3公里范围照，照到了互相通个消息，照不到，也全都回来，等天亮再照。记着，大人也千万不能出事，啊！好，都快走吧。我走。老兄，你们就别去了。有消息赶快通知我啊！毛丹。
喊声音？包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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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子。孟子，我不行，我先回去，我不行，现在雪太大了，等雪小了以后你们再回来。好，好，把他不哭啊，孟子，把他不哭，都是爸不好，都是爸不好，爸不要明白孟子的心思，爸光顾自己了。爸想毛丹保证以后好好的跟毛丹在一起，跟毛丹一起把小羊养大，小羊长大了，毛丹也就长大了，毛丹长大了，毛丹就会说话，爸也就对得起你妈了。老兄，你吃了没有？我给你盛饭去。不想吃。哥，医生说那天毛胆的事情谢谢你了。可是哥的事情。他爸。那个官司能不能不打了？现在是谁也停不下来了，乡长、副乡长都成了被告，还捎带上了乡治保主任、办公室主任，想收也收不了了。
这就真的把乡长也给扯进来了。哎，这胡子官司打赢打不赢还说不哈呢，乡里头的干部都得罪完了。这个大洋的事情嘛，很清楚嘛，是不是？就是的。那是在四年前下了一场大雪，整整下了四天四夜。当时我们正在乡里开会，各村村长都在。这时候我们接到报告，说碧山窝子村损失巨大，道路被雪封死了，很多房子被压塌了，药品、燃料、牲畜的饲草料都很紧缺。所以我们当即决定，由我们几个乡干部和各村长一起带了些救灾物资到北山窝子村了解灾情。我们骑了几匹马就往这儿赶，在走到哈巡沟的时候突然碰上了雪崩，把我们全都给困在了沟里面，带的干粮也都吃完了。这时候我们忽然发现附近有一群北山羊，都不吭声。那好，我们举手表决，为了救灾工作同意打一只北山羊的请举手。那谁来打呢？我主吧，他是秘密连的沈教授。行了，我来。我们当时为了缩小损失，还专门挑了一只老公羊来打。正是这只老公羊不但救了我们的性命，还是我们的救灾工作最终得以完成。从你们刚才陈述来看，你们知道猎取北山羊是违法的，是不是？你们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有。不管咋说，我们打羊是不对，可我们还是有充足的理由的。救灾活命，我们的动机是高尚的，这一点也得到了县里的表扬。这是不应该和村民毛医生相提并论的，他的动机完全是为了满足一己之私，而我们呢，这是为了更多的人啊。公安此事已基本查清，待核议庭核议后择日宣判。毛医生吧，哎，早就听说过你了，我们只是头一次见面吧。哎，但没想到是这个样子。来，抽根烟，抽，抽抽抽。我很佩服你的勇气啊！以后如果我们有机会，可以多交流交流嘛，啊？哎，老板，真要找你了。走走走，到乡里走。哎，不是，哎，你老公就不要。哎，乡里都准备好了。睡。哎，咋办呢？
在这儿是待不好了。逃！现在看来只有这一条路了。逃出去，先躲上一阵再说。我现在是马杆子打了两头受惊啊，让法院判怕是跑不脱了。就算是最后法院没判，让我这么一闹，把乡里的头头都得罪完了。乡长是个啥？是政府。法院又是个啥？也是政府。我等于把政府都给得罪了。没听见刚才杨乡长说的那些话吗？句句都带刀子呢。我不跑，我不跑咋办呢？这也不是个办法呀。法官都跟乡长吃饭去了。反正要是只判我一个，我死都不服。把他当自个的娃娃。吴叔，油坊就靠你了。如果实在支撑不下去，就把他判出去，判好的钱你们几个把他封了。不过有件事儿千万不要忘记，就是把剩下的油都分给张老汉那些孤寡老人和低保户。他们以后怕是再也吃不上这老油坊的油了。听说他跑了，明天就要宣判了，他还能跑到天边去？这还是你高兴呢？这是咋说话呢？你没事找事，为个野居里惹下这么大的祸患，弄得家家不安宁。
你都把人逼到绝路上去了。我也没想到是这个局面。起立！关于与劝降降人杨忠德等人猎杀北三阳县人与北三窝子村村民毛玉生猎杀北三阳县人经本庭审理，两案事实基本已查清，其性质恶劣，后果严重，经核定评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第八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条，自规定判决如下：经被告毛玉生在取保过程阶段逃跑，待缉拿归案后再行处理，即缴纳的保证金予以没收。被告杨忠德判处有期徒刑四年，被告葛宝珠判处有期徒刑四年，被告黄明德判处有期徒刑三年，被告王春元判处有期徒刑三年，被告杨建设判处有期徒刑两年。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此日起十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各位靠后，靠后。你哥
从里边带话出来了，说是快过年了，给你送上新年货。他说了，你也不容易。你还走呢吗？再走了，这个日子啥时候是个头？你就这么东躲西藏的一辈子呢吗？大问过了，按说你也就判个四年，加上你逃跑了，再追加上一两年，也就是个五六年的样子。五六年，一晃也就过去了。法院的说你揭发村长算是立功表现，要是在里头表现的好些儿，还能提前放出来呢。毕竟不是杀人放火的事情，我哥进去了，乡长也进去了，你逃过了初一，还能逃过十五呢吗？去自首吧，我会在这儿等你，等你一辈子。毛大爷会等你回来的。
你不干了，叫他们干去就行了。那我去烧水去啊。不需要。一点消息都没有吗？年都过完了，也不逮个醒来。吴叔，你咋样？发现找我的麻烦呢，我是保人嘛。这些怎么过得那么快？冬天都快过去了，有些不够了，不能让娃娃和洋娃子冻哈了。再说，明天就十五了，家家都拢个旺火呢。我也想拢上一个，不能让毛丹觉得比别人家少个啥。会不会拢？不行，我们来给你帮忙。哎，往回还是要自己拢呢。毛丹，给姨帮忙来了。以前过十五，毛丹有没有过网活？这网活呀，家家都要垒呢。谁家垒的活旺，谁家的日子就过得红红火火、团团圆圆的。毛子，你想那个网活，让我们的日子也改一下，只要我们能回去，为了你爸爸，你救救，让我有个好日子呢，他。想明白了，我去自首了。你说的都对呢，法比天大啊，犯法了就要伏法呢。
跟你说的话还记不记得？儿子娃娃，谁帮你杀你咬牙咬哈的做男人要坚强了。